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虾米。如果说最近游戏话题讨论最多的是E3的话，那国内必须就要聊一聊《明日方舟》。是的，没错，这款从内测开始啊，就一直吊着玩家胃口的神秘手游，直到正式开服运营，可谓是一路的爆款。而从开服到现在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就已经计划推出一系列手办周边，在游戏领域可谓是难逢敌手。那个谁，小小修复，你往前面站一点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 AC Toys 的《明日方舟》棋子系列第一弹重新开局，目前推出了三位角色：看板娘、阿米女、战斗奶妈凯尔西，还有来自龙门警局的陈警官。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啊，到目前为止，凯尔西和陈呢都没有办法在游戏中获得。咱们这次就看看这三个小扭蛋如何了哈。要先来介绍介绍咱们的阿米女，谁呀？棋子系列应该都是按照核弹的规格来进行制作的，本体也是比较好掌握的 Q 版尺寸。为了贴合棋子这个主题，给角色增加了一个专用底座，不过这个底座都是同一个模具，整体呢属于透明件效果，上面也有相对应的 logo 和职称。底座和角色之间利用中间的磁铁进行固定。阿米娅头戴皇冠，身披披风的造型对应了 Queen 的角色，耳朵是固定死的，为了防止被摘下来变成秃女。再就是白色战斗奶妈凯尔西了，相对于 Bishop 主教这个角色，手里自然是要单独拿一个包装物了。相比黑色底座，白色显得更像豆腐块，两个底座拼一起就是大熊猫魔术麻婆。最后就是龙门警局的陈警官了，相比起前面介绍的两位，显然陈警官这个造型呀要暴躁许多，但是作为 Q 版尺寸人偶依然还是非常可爱的。从底座黑白两个颜色和棋子系列这个命名来看，似乎是以国际象棋的初衷来进行规划的。简单点来说呢，估计之后还会推出系列2、4、6、7、8、9等，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少大佬来一个全收集。各位玩家觉得按照国际象棋的直接来安排，哪个角色应该对应谁呢？弹幕来，大伙一起发挥一下脑洞啦。作为几乎是个游戏同时推出的周边， AC Toys 的棋子系列，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呢？单只售价120，三只打包350，也是给出了更多的选择。为什么明日方舟就能这么火呢？按照常规的分析来看，成功的游戏类型必然会促使更多的同类型游戏出现，而明日方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给玩家换了一种全新的口味。即便游戏模式啊依然是古早的塔防类，当然优秀的人设和精美的 UI 依然是第一时间抓住眼球的关键要素之一。如果综上几点能在同一时间协调到位，那么在市场中的成功就是必然的。当然了，未来这款游戏是否能一路长红就要看运营和游戏组的共同努力啦。至少从目前来看，基本属于天胡开局。我这么说应该不是在给毒奶吧。除开棋子系列之后， AC Toys 还会推出比利手办阿米亚、拿普兰德以及 GAC 都会推出相关产品，大家想看哪一款的话也可以弹幕告诉我们哟，到时候和大家分享一波。那么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节目的话别忘记点一波收藏、投币、订阅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